观众朋友们，此刻大家看到的是史上最惊险刺激的八人环球飞车表演。现在前三名车手已经驾车进入这个直径仅为6.5米的铁球，八人八骑环球飞驰，最高时速70公里，最近距离不到0.5米，擦身而过的穿梭就在电光火石之间。浪花唱出幸福的音调，是城市的心跳，把美好创造。带一声爱的微笑，撑开海纳百川的怀抱，让灵感和智慧闪耀，向明天奔跑。梦在城市的中央，向世界激情绽放，敞开梦想的翅膀，燃烧着生命的力量。第四位车手加入了。梦在城市的中央，追寻跨越巅峰的方向。Round and round， 奔向心中挚爱与渴望。生长在东方海上，冲破了极限，超越了想象。哦哦哦哦哦，这一刻说出你的愿望。第五位车手加入了，描绘出未来的模样，感动的时光我们一起分享。将世界激情绽放，敞开梦想的